兴奋娱乐谜团多，小榜星访来探案。嗨，大家好，我是徐子卫。特别任务，采访过程中不可以说儿化音，每说一次儿化音需要对镜头撒娇一次。我可以努力的避免一下。请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快速的介绍一下自己。理智，有理想，沉得住气。那有什么粉丝对你特别印象深刻的称呼？他们叫我企鹅宝的时候，后来改叫紫薇宝。刚刚宝的时候儿化音来了，请擦一下嘴。嘿嘿嘿嘿，通过我。就是今天在微博上看的时候，看他们有叫你一个称呼叫你宝王。你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他们说我总是画饼，是这样啊。这有的时候这个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但是这个饼真的都有在烙，大家早晚都能看到。就是稍安勿躁，一定不要着急。嗯，这是你筹备最长时间的单曲，就在这漫长的筹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联压的方式？我筹备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焦虑了，但是在，平时。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自己会去选择去多学一些啊有关唱上的技术啊，还有多写了一些歌，并且呢在这些时间里做了一些积累，还在编曲的制作上有了一些的学习。嗯，我这次是跟很多国外的艺人有合作，好像也是跟以前的那种苦情歌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新的体验吗？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些唱腔，还有就是律动啊等等，和这首歌的这个整个风格如何做好一个搭配，是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吧。啊，总觉得自己之前对这首歌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够深刻的，总会有新的一些想法。希望在后续再次演绎它的机会吧，能够用一个更好的水平呈现给大家。嗯，这次新歌还有舞蹈对吧？对，这次新歌还有舞蹈。这个舞蹈学了大概多久？对你来说难度大吗？其实这次跳舞和之前N 次跳舞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次因为我知道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所以我用了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方式。我感觉这样比下来，这支舞其实，并不是很难。那你觉得粉丝朋友平常也可以就是挑战一下？就粉丝朋友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练习一下，它真的不难。有什么重点的动作，哪个样给粉丝朋友们？想要拿颗星星，自己摘，摘星的动作。他们叫你饼王之外，可能有的还叫你徐老师之类的，就是感觉你这个性格可能比较沉稳哈。那你有就是测过一些 MBTI 人格类型测试吗？刚刚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还忙里偷闲测了一下，但是我有点没太细看懂。当时测出来的是 INFP， 然后还有 INTJ， 好像是这两个，我还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去看的。INFP 的话，我看好像撒贝宁之类的，他们也是 INFP。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艺术家的人格，是吗？那行，姑且算他准。这次的歌是一个快歌，前两首是爱而不得的苦情故事，那这次的这个故事你来概括吗？那这首歌所主要表达的就是，希望能够激励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在脚踏实地的情况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这次的 MV 感觉也挺有故事感的，在拍摄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小花絮之类的？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和群演老师进行一个打斗的镜头的一个拍摄，这个老师们戴了个面具，那个面具是看不见的，就是他们只能凭感觉往前走，然后只能靠我自己一个人控制，就很难搭配好，生怕把人家就是伤到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那个体验还是感觉蛮有意思的。这个造型还挺喜欢的，我个人第一次尝试，而且在他贴到我后边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狼尾的这么一个造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据说比较减龄。那这个 MV 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镜头？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成品，只是参与拍摄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就是很明显，就是拍那个子弹时间。子弹时间大概意思就是说，用一个 N 的角度一瞬间的切换，然后呢来表现一个在空中定格的一个动作，就大家可能在有的一些就是艺术作品的这个就是呈现上也见过这么一个形式。当时我们采取的一个方案就是整个人就是靠核心的力量撑着，假装自己在飞，在那边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动作，就四肢要抬起来，然后等那个相机过一圈，就觉得还蛮有挑战的。你有什么喜欢的超级英雄的形象？
我应该是找不出来，只能说哎，感觉某一些的形象设计还蛮帅蛮酷的。我会更喜欢就是 DC 的蝙蝠侠吧，因为蝙蝠侠是这些超级英雄里唯一一个就是没有身体上的超能力，靠这个肉身然后来和恶势力对抗的这么一个存在，是一个人类可以企及的一个高度。除了这个，就是新歌筹备这么久，但近期就是一直也在抖音上不停地发翻唱的视频。你的翻唱的脚是把那个奶盖的猫爬架对他的猫爬架放到另外一个角落去了，我感觉他也不怎么玩，白白占地方。嗯，然后那个角落可以放一些更生活一点的东西。刚刚说不怎么玩儿化音了。这是撒娇吗？那怎么撒娇呢？奶盖是喵，奶盖是夹子音。用这个镜头，就是以奶盖的方式撒的娇。喵。奶盖就是他现在，当时猫对他的那个猫爬架被移走之后，就没有太大的。对他一向的性格有点逆来顺受那个劲儿。个凶劲儿，真的。这是他有的时候会叫门，就是在门口叫。以前发现的时候，感觉好像唱唱的奶盖就会从后边冒头上。你平常在家唱歌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反应？他可能都习惯了，就是没有特别剧烈的某一个特别大的声音他都不会多看我一眼那种，他就在旁边有的时候就这样躺。最后再就是秉王的一个问题，原创歌曲的发行在多远的未来？我画的大饼啊，就是我真的在做想做自己的专辑这首歌之后啊，然后那个就多整一些歌，我现在写了好多歌。嗯，像一直以来支持你的泽田表示爱意，请尝试用五种方式比心。一边尝试小狗戒指的折纸，一边快速回答问题。选一个颜色。嗯，既然是小狗，就得选大黄。寸头或者长发。长发。夏天或者冬天。冬天。宅家或者旅行。旅行。运动或者睡觉。运动。高山或者沙滩。沙滩。翼龙或者霸王。翼龙。喜剧片或者恐怖片。喜剧片。哥哥帅，会妈妈爱你。哥哥好帅。最想服务的歌手是林俊杰老师。最喜欢的奶茶小料是传统珍珠。清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大家洗脸。最近一餐吃的是肥牛饭的肥牛。最近感到无法理解奶盖的瞬间是该给他吃的都已经吃了，为什么还朝我叫？对紫薇星提一个问，你们觉得我折的这个狗最后能成功吗？我觉得悬的。 OK， 我搞定了，换了一个左边这样。这很写实啊、哦！但是这个球怎么也抓不出来啊！这个，电玩店的不能给我这样操作，反正是。我猜能行。哎，这就不是那个。奸商设计的那种非常实在的娃娃机啊。职业艺人自拍小课堂，善用手边的道具进行自拍并讲解。好，这个自拍的第一要义啊，打开你的美颜相机，带货就带货，只要一毛八，童叟无欺。这是啥呀？啊，那个马尾辫。其实有很多人说自拍应该像从上往下拍45度，但我总觉得这样的角度就很做作，就得这样的。这张照片起名叫做作，好吧。这张照片起名叫模仿，因为在模仿他的笑脸。再来。太简单了，这样可以开店的赔死。唱出含有指定关键词的歌曲，关键词春天。春天花会开，
鸟儿自由自在，我第一个脑袋第一个想的是那个是心动了，但是想不对，这个歌名字是有，但是歌词里没有。关键词时间，时间解开我的迷惑，看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首歌。关键词雨，雨之下气氛不算融洽。关键词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关键词星星，想要那颗星星自己摘，慢慢意外的精彩，反转过去现在未来 To all stars fall down。 是不是肥牛饭的肥牛？肥牛饭为什么减肥吗？断碳水。